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是三之三、哦、这个对数的意义。那我们首先呢先来复习一下这个以前我们学过的这个指数的概念。那我们以前呢、哦、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2的3次方等于8，2的4次方等于16，这个大家都很清楚。那我们想说，那如果在8跟16之间，比如说我们来一个10好了，那我们很想知道说2的几次方会等于10呢？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就要给它一个定义，就是说当我们如果看到 A 的 X 次方等于 B 的时候，那我们今天要定义一个新的符号、哦、这就是我们这个单元的主角，就叫 log， 那我们就把它定义成 log AB 就等于 X。那我们先呢来看看这个符号的使用。所以说这样子，以刚刚这个例子来说的话，这个2的几次方会等于 10， 这个问号呢我们就把它写成 log 20这样子。 好，那刚刚这两个例子也是可以用 log 来表示，就是说2的3次方等于8嘛，所以现在就可以把它写成 log 28等于3，log 26等于4，这样子的表示法。好，那要教各位一个方式来把它记起来，看右上角这个紫色的部分，我们可以从下面往上绕上来。好，先遇到的数字就先写。好，先遇到的先写。好，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3的4次方等于81，那我们就把它绕上来，从下面绕上来，先遇到3，再遇到81，最后遇到4，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log 3 81等于4。好，那我们再往下看，比如说5的3次方等于125，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呢把它写成 log 5 125等于3。好，依此类推，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好，比如说你说 log 4 16等于2，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说4的平方等于16，先遇到4嘛，再遇到2，再来遇到16。 好，再给你一个例子，比如说 log 3 243等于5，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3的5次方等于243的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呢，就是如果我们用以前我们学过的指数的图形来解释这个 log 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叙述呢？那我们首先我们先从我们这个很熟悉的 y 等于2的 x 次方这样的图形来看。好，那我们来 把坐标轴画上去。 OK， 好，那这就是一个 y 等于2的 x 次方这个指数函数的图形。所以我们都知道说呢，这个图形上有几个显而易见的点，比如说0x 是0的时候 y 等于 1，x 等于1的时候呢 y 等于 2，x 等于2的时候 y 等于 4， 对不对？那现在呢，如果我想要知道说那到底是 x 等于多少的时候呢，它会等于3。结果我们从图形的观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它的图形是一个连续的嘛，所以这个3这样对应下来 y 是3的时候对应下来，一定可以找得到一个 x。那这个 x 我们现在就把它的名字呢就叫做 log 23。 OK， 好，所以呢现在老师要对于这个 log 这个各个部位的名词呢要介绍给各位，以及它每一个位置的范围是什么。好，那我们首先就是刚刚的技巧，就是 a 的 x 次方等于 b 的时候，好，我们就可以把它用成 log 方式来写，就是 log ab 就是等于 x。首先我们先介绍这个 A， 这个 A 是它有名字的、哦、它的名字叫底数，就是在下面这个地方我们就叫底数。那这个以前的指数的时候呢，这个 A 的范围就是有两个嘛，一个就是大于 1， 另外一个就是接在0到1之间。好，那我们在对数的时候呢，这个 A 的范围也是一样的。好，那再来的话就是上面这个 B 的位置，这个 B 的位置呢我们把它叫做真数，叫做真数。那我们可以发现说左边这个图形啊，这个 B 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这个 Y 的位置，对不对？好，就是所有的值呢 Y 的值呢都是在 X 轴的上面。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个真数 B 的这个值呢，一定也都是在 X 轴上面，而且都是正的，所以我们说真数的范围 B 是大于0。好，那这一整个老师现在框起来这个部分呢，就叫做对数。什么样的对数呢？就是以 A 为底数时， B 的对数值是多少，就用这样来表示。以 A 为底数时， B 的对数。好，那这样大家对于这个 log 的每一个部位，它的名称跟范围应该都了解了。好，那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测验吧。请问以下呢，哪一些对数它是有意义的？那老师这边举了5个例子。好，我们也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log 负24，第二个 log 三分之一十，第三个 log 5负5，第四个 log 0.24，最后一个 log 8三分之一。好，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个是有意义的。首先第一个有意义吗？结果你发现它的底数的地方是负2，对不对？好，所以呢不行。好，负2呢它是小于0的，我们的底数的范围呢必须要大于1，或者是介在0到1之间，所以很明显的第一个是不行的，好，是没有意义的。那第二个呢，底数三分之一可以，真数10大于0可以，所以第二个是 OK 没有问题的。那第三个你会发现这个负5，对不对？这个负5它小于0啊，所以就一定不行，所以这个对数就没有意义。好，再来最后的第四个跟第五个呢，你发现它都是可以的，好，它都是符合我们底数跟真数的范围。好，再我们再往下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165页的练习题。好，那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第一题，它是 log 10 100，请问等于多少？好，那同学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把它设成 x， 然后就把它绕上来，就刚刚这个技巧。好，我们会发现说这样子的话，10的 x 次方就等于100，对不对？那100又可以把它写成10的平方嘛，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哦，那这样互相对照一下，这个 x 就是等于2。好，那或者你也可以问自己说，10的几次方会等于100？好，当你了解这个符号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 x 就是等于2。OK， 好，往下看第二题。请问 log 5 125分之1这个对数值是多少？好，那我们用同样的技巧，把它先设成 x， 然后呢把它绕上来，写成5的 x 次方等于125分之1。那125分之1是不是就是5的负3次方？那这样对照一下 x 就是负3。好，一样你可以问自己说，5的几次方是等于125分之1。OK， 那就是负3。好，再往下第三小题。他说 log 11等于多少？好，那我们一样把它设成 x， 可以写成10的 x 次方等于1。那1又是10的0次方嘛。好，所以这个 x 呢，这一题的答案就是等于0。再来第四小题 ，log 7 49分之根号7。OK， 这个题目变得比较复杂了哈，所以等一下你在化解49分之根号7的时候呢，就要小心计算你的指数率喽。好，那我们一样先把它设成 x。好，那设成 x 之后呢，把它绕上来，7的 x 次方等于49分之根号7。好，这个化解要小心的哈，所以49是7的平方。根号7是7的二分之一次方，所以两个相减呢，对不对？指数率，你这个两个指数相除嘛，上面这个数字要相减，所以变成二分之一减2是2的负3，所以这题的 x 呢就是二分之负3。好，再来呢，我们可以往下看，就是来到我们的第166页的练习题。我们看第一小题，他说3的log 32次方等于多少？好，这个同学要会念，就是3的 log 32次方。好，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数。好，那其实同学不要觉得它很难，其实呢，你如果把上面右上角这个指数的地方，这个 log 32呢，你把它设成 x。 好，比如说我把它设成 x， 那用刚刚教过你的技巧绕上来，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就是3的 x 次方等于2，对不对？那这个 x 就是我们刚刚假设的什么
log 32，再把它带回来，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题的答案呢，三 log 32次方，实际上的答案就是等于2。好，那给各位一个小小的技巧，就是说，你以后你只要看到它的这个左下角数字 a 呢，好，跟它的指数这个底数 a 是一样的时候呢，你感觉可以直接把它消掉，好，那就等于它的那个真数的这个值 b。就像这一题的三 log 32是多少？那个三跟三感觉好像可以互相抵掉，那答案就等于2。好，这是一个小小的技巧，以后看到这样子同类型的题目就可以直接这样做。好，我们看第二小题。好，他说如果呢，哈，这个 x 呢是等于 log 35，那请问三的 x 次方加9的负 x 次方会等于多少？好，那我们先在这个他给的已知条件的地方，我们来。给它化解一下，我可以发现说它就是3的 x 次方等于5，对不对？好，把它烙上来这个结果。好，那3的 x 次方既然等于5的话，那9的负 x 次方会等于多少呢？那我们就利用指数率来帮我们化解。好，9先写成3的平方，对不对？好，那再来 x 跟负2是不是可以对掉？好，那把它对掉之后变成是5的负2，5的负2次方就会等于25分之1。好，所以呢，最后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答案5跟25分之1把它加起来，这就是我们最后的25分之126这一题的答案。所以做到这样子的题目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哈，这个对数这个单元哈，它跟我们以前学过的指数基本上呢概念是一样的，好，只是说我们对数这个单元它所注重的呢是某一个数它的几次方会等于多少。好，我们注重的是那个几次方。好，那指数的话可能就是直接问你某数的几次方等于什么啊，那它注重的是等于什么。好，所以这个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只是说这两个的主角不一样。好，那其实同学在做对数跟指数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观念都是可以互通的。好，以上。